关于队友去拉屎我起飞这件事。大哥拉屎去了，来把军备团进吧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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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天籁之音。你竟然说我是对吧黄金？你竟然说我是黄金？你搜错人了吧你？我是白银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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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唱复活点，他们复活点，我又进来了，我真服了。每次跑人家复活点，你就干嘛？挨打。我拿到了一把狙，是不是得偷袭啊？拿喷子是不是拿狙？是不是得偷袭？我偷什么袭？我这么牛逼，我偷什么袭？我适合偷袭吗？我不适合偷袭。偷什么袭？死！我枪打扰了。谁让谁心冷？留给同队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这什么枪？哎，可以连发。OK。噔噔噔。Clear。蓝队离胜利牛不牛逼？三点。哎，蓝队开始领先。你牛不牛逼啊？咦，真牛逼！怕的是我，怕的是我。我大哥走了，我怎么这么厉害？我不需要我大哥，我大哥这个没用的东西。我大哥能不能拉力气啊？大哥，我求求你了，可不可以拉力气？可不可以拉力一天？大哥，你拉一整天吧，要不？听我说，谢谢你。